老人院里难得这么热闹，慈济歌咏班志工又是唱又是跳，还拉着老人家一起来同乐。做一个行法的人，就是希望呢能够把这份欢乐和快乐很自在的那种心情带给我们周围啊，温暖让他们也感觉到人间的温暖。那老人家都是很寂寞嘛，他需要人家关怀，温一温，唱歌娱乐。其实钱红包还是其次，最主要还是精神上。为了这次的志工行，歌咏班特地挑选老人家都爱听的歌加强练习，也不只是歌咏班的成员，还有家人们一起来参与。一天内就走访了3家老人院，没有人说累。我们是福建人，昨晚拜天公拜到3-4点，之后今天早上还要起来，可是不会觉得累啊。唱出心中的欢喜，也疗愈了孤单长者的心，让这份欢喜的能量能够再放大。大爱新闻邢薇薇，马来西亚报道。